小西在还没当 V 以前，在大学假日都在干嘛？我今年大一，平日都大部分窝在宿舍看你配信，不知道干嘛。看我配信还叫不知道干嘛？哦，有人生日吗？在哪？生日快乐！假日我睡到很晚，都睡很晚，所以假日通常一天都是下午才开始之类的。现在也是啦，其实我觉得我有配信跟没配信好像没什么差、欸，就是我假日还是会出去玩啊，然后买东西、唱卡拉 OK， 只是有差在有没有疫情吧，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话，我也比较少出去，可能就是睡觉时间会变长，所以或是看 Netflix， 最近比较在看 Netflix， 然后看 YouTube， 其实看 YouTube 真的，一下时间就过了，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影片，然后还有练歌啊什么的。我好像当 V 跟没当 V 前后没有差很多，那个有时候会想出去走走之类的，可以去各种地方玩啊。如果你不嫌出门很累的话，我觉得那个不知道干嘛的时候看我的配信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你可以跟我聊聊天。